来，看一下电子变速的哦。搭一个起哩，搭一个起哩，搭一个起，搭一个起，搭一个起。哎，无啥时阵，拄啊电池咧倒哩，啊，拄啊电池咧充啊大，啊，电池在这里。好。长的是线，它就是做那个。金两三四五，第一第五个哈。金两三四五，你这个阿弟哥现在跟之前不同款啊。金两三四五，金两三四五，安怎变？你在平时行的那个方向？对啊。我没错。啊，你也无后边还可能第五米啊？对啊，还有第五。你平时那第五米，你往右边第五米。我做是这个第五米。啊，前两秒啊，对吧？啊，平时那第五米。第五米。一两三四，不止。一两三四五，对不对？啊。四个就无声啦。哎，我啊正经正五的。不是，这四我嘛都。我是遐正五啊正五。这个正五。啊，你是四我嘛啊？哦，你是四我嘛看。看准无啊？听完，你叫上我都听不见。一三四五啊，配合的，我听我的，好 ，OK。照你嘛，不一定让你给你照哦。它会自动扫描。哦，对，给你照，半挡一个你也照。嗯。我们刚才做的那个动作哦，嗯，就是把它所有的齿片哦，嗯，弄来做一个修正。嗯。上不顺或下不顺的修正。啊、哦。修正之后哦，我们再测试看。哎，是不是每一次都是很准？很准的话就 OK 了。哎，这我修正，想到修正，以前就不是调松紧的线，松紧的。对对对，这样不是。哎，这也有一个。因为它才一点很够条命嘛，三十一个那三十一个够的四幅马达。哎，四十九。充电充了吼，有个噪音，噪音，嘿，拄好我倒去啊，咱进电条的吼，无准。你充电是充多少了？电池里啊，电池里啊，哦，它有附一个充电座，啊，然后还有
不是电耍充电座，然后有几万，它的电压是7.多伏特，7.4伏特，然后有1000公里的续航力，1000公里的续航力，当然随着它的那个放电时间哦，久而久之它会效能会减退，好，那咱无电啊，阿弟也在，这个时候也只是全亮，还有100%就是亮绿灯，一倒的时候这里会有个绿灯亮，100%一点，它过来哈、哦，亮闪变成闪的话，剩下50%，它、剩下红灯闪的话，你就在充电，剩下25%啊。它基本上都多不多钱啊？多不多？它现在会来便宜一些。正常时间就开始工作了，他现在是在操控时间呐、操控的模式的对吧？啊，一起多点零穷爸倒，哎、欸，他闪绿，对，他全亮绿灯报，告诉你说电是满的，再来它会变成闪的，剩下好像50%，再来变成红灯，只是25%，红灯闪就是你一定要充电的，就这四个模式，来，你变换完了，这样哈、赶快。上档下档，你这些大家都有啊。哦，啊，那边两块，哦，你变过没？下，啊、上了上路来电，来电就按外面对啊，就对了，哦，大家有听过？这个你要等几个月定的，你要等。对对对，好，你下大盘，下小盘了、下小盘。下小，哎，对，都给就给你，都给你，都给你，啊，都给你，好，阿哥来试，一直下，你一直给他下到最小，小最小没有关系，它会自动微调，它会自动。大用就是它停电的话，它会自动，你都不会很大，它只有在那边。也自动，它会自动，它会自动需要考虑的，有，它会自动去伸缩这链条，啊，也自动修正。